不要白不要啊，上。我也升不上去呀，这不升了吧，没办法，升不上去，这么地儿吧。先给大树安排个锁子甲，哇，这斗士前期还是猛哈。给我抡他！算了，这黄人我拿着吧。卡牌咱就不升了。嗯，我先给他升个级，然后上俩神盾。你昨天三星瑞文加三星蛇女都输了，对面三星狐狸呀、啊？不对呀、啊，三星狐狸也输不了啊，对面是啥？三星劲夫啊？这几人口怎么感觉打不过呀、啊？不对劲儿吧？这为啥打不过呀？哎，一个没死！我操，他啥强度啊这？两斗两神盾打不过两月神两神盾呐？他有虚区，我也有虚区，我卡牌虚区。哎，这能没打过啊？三个两星，我两个两星啊，那也不能一个没死吧？他三个两星的话，那一个没死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刺客太多了，卡牌有点活不下来。哎，这强度我都以为，我都感觉我前期都已经无敌了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死得很痛快，看来我得拿个日炎烫他们了，我这得开烫了。给我烫他们，再不烫他们一会儿不行了。这上四斗开烫，有没有后排虚区？
我不烫死你，我四个豆子啊！攒个10块，算了，这卡牌感觉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吗？放第一排得了。大树放这儿四个豆子，随便赢的前期。这把打算走啥呀？暂时准备的是瑞文，但是现在瑞文好像不太厉害了，有点被吴亦凡克，是不是？嗯，瑞文得删，没事儿。有可能这把没有人卡我的牌，我们就三星瑞文了，这都不一定。这把月神特别多，好多月神，让他们一起卡去吧。给个女神之刃魔抗大棒，又给大腰带，我不要这玩意儿了。全套行。帽子可以不要，水银蓝 buff 不能不要。塔姆，我们现在只有大腰带是最没有用的，因为我日炎都合完了。没有六夜幽，这把就四夜幽，四夜幽配进五个人口，六人口上老头，七人口上剑魔，八人口能上个啥？那蜘蛛都打半天连身都没变，完了这怎么感觉又一打三了呢？Q 都放出来了，也能死？可以上个蜘蛛。为啥上个蜘蛛不上锤石？不知道，随便上的。刚才不应该输的哈，刚才是不应该输的。
之意与我同在。上个锤石行，上个锤石能给我们套盾。这样我们的主力区区大树他就不会死，大树不死我们就烧他的血，哎，就拿日炎烧他的血，我们的主力伤害就是大树。这不一开始赢我那小子吗？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烫血，烫他。开心吗？我的日炎，开不开心？模块应该挺好拿的，先拿个水滴的吧。我们上个分局主耗血，跟对面耗，上个分局耗死他们。锤石给个盾，分局给个盾，我们大树就开始烫血，好理解。后排没了，给我烫血。完了，大树死了，关键是后排死光了。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算，上个老母狙吧。卡了，喂，能听见我说话不？喂，刚才怎么摁了一下升级没升呢？看看这老干爹打得怎么样了，两条龙11-4，对面阵容，天哪，对面的阵容咋赢呢？这手小炮拿得好啊，早干嘛去了，早不状态不行。早不是状态不行，上个三福星还能掐点钱，是真猛。那青钢影加
嘎里奥碰上小炮，确实是有点难赢了。这咋全是锁着甲大腰带呢？没完了是吧？我要这么些大腰带干什么玩意儿了？真是没完了呀！这没完没了啊！我合三个日炎，日炎神教，可以合，但是没必要。黄图反甲也行吧，看看到底是狐狸先来呀，还是绿纹先来呀？他俩都没来呀，大树撇一手吧，来了个猩红之月。嗯，拿着用吧。神射手可以拿，猩红没必要，先拿着用吧。我这塔姆不无敌啊，反甲日炎加狂徒，无不无敌。我们需要拉巴了，我一顿控啊，这拉克斯，我让你看看我塔姆到底是有多狠。这波要魔抗，点什么？哎呀，这位置装备攻速应该给进的呀，但是他升了，你别升了，你先别升了，兄弟。猩红之月的禁其实可以用在瑞文的这个整体阵容里边，其实是能用的。
喂，哎，售什么楼？我哪有钱买房？给我整个售楼处。没事儿，讨论讨论比赛，讨论就讨论吧，没有关系，别刷屏就行了啊，兄弟们，不要刷屏啊。谁的咖喱奥啊？他的咖喱奥啊！我净给人挠痒痒，还得是我的大塔姆，烫死他！漂亮。我们以烫为主。我就想问个问题，我为啥一个是非卡都没有，除了这狼人，为什么？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为什么？该卖了你的天选，不卖，卖它干啥呀？猩红之月的劲干啥不能用啊？神射手劲才没用呢。给大棒，算了，啥也不要了，爱给啥给啥吧。给了我两头猪，瑞文有没有啊？这咋玩儿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玩呢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瑞文呢？我操，瑞文没上，哎，奇了个怪了，给反甲吧，来个蛇女还得。诱惑一条毒蛇，是是是，再给个瑞文吧。去哪？行不行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个瑞文行不行？权力需要金钱。火炮，火炮。就这么地儿吧，我们的阵容就成了，再给个瑞文应该没啥好整的了吧，差个秘术老头，哎，行吧，秘术分解也能用，就这么地儿了。剑魔这把也不要了，没有剑魔就拉倒，其实正常应该上剑魔上凯南呢，应该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样子是我们的顶配。不过现在吧，剑魔这一星稍微是有点拉，先不要了，腰子也撇了。瑞文被吃了，
给进来点装备。我估计我这把不是第四就是第五，我不能上两个火炮吧？啊，我总不能上俩火炮吧？老头儿，电刀、冰心儿，给电刀啊，给电刀吧。那咋全是火炮呢？应该拿个瑞文直接升级的，咱也不知道那瑞文都哪去了。这把没有一家玩瑞文的，我就一个，啊，有一家三个呗，那就这家也就仨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插一只瑞文，哦哦，给我一顿扎。全是这猪啊，全是猪啊。没有瑞文，聚聚，要不然进撇了吧，找个瑞文升个级。死了兄弟们，瑞文一星，游戏结束。还三星进呢，我这一轮都挺不住。哪有三星进呢？你不会真的以为这轮能顶得住吧？带着我们这一张瑞文，游戏结束。你也经常躺在收瑞文的路上，那没办法，那没有，咱也没招。人家家六个，俺们家一个，就即使他六个，我们也应该还有，对吧？就一个也没有，就一个也没有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，这很正常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